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我们接下来玩的是上班族吧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名字什么，我不知道康奈鸟，我不会英文啊，我只会 play 而已。Hello， 光头人，我的发，他的眼睛，他手是怎样啊？我的发，气个啥洗？他手。What the fuck？ 我们超大办公室好不好？他说他叫我们按 K U O L X。干，我们电脑怎样的啦？派提的。可不可以打电话叫那个？哎呦，我擦西！你不是上面那个光头吗？哎，你怎么长头发？你靠！什么邪教之事？我的妈！原来这里都是小眼睛。有人打电话给我们？我没有。傻小。OK 啦。我们去观察一下好了。傻小，我问啊，他怎么躺在里面那边走啊？我的妈！我们要学他。对，在那边。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我进不去啊！好吵哦！看你怎么变叉叉了？什么声音？那个人是谁啊？啊！快跑！等一下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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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笑啥笑？好了，我是口水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建议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can fly.